那我不是应该抓着他的手吗？不用。不用啊。你还不能抓他的手，因为你就不能接触到他。啊，只有这个点可以接触到他。这个位置对吗？对，那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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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照着这个地方，我才知道在哪里错。你要照，你过来照我。再上来一点。很晚纹上面，你要站到很晚纹上面。很晚纹上面。再上来一点。啊 ，OK。这上面对。然后再把它翻过来，翻过来我是可以翻的。这个地方吗？在骨头上面。OK。秀媛，你照得清楚吗？可以啊，这里啊，我爬到你那边，我就没办法照了。但你手不要摸上去，你按着，你测的时候手不要摸上去，接触它，这个触感不一样。哇，那最后一个是在这里，手稍微张开这个地方，这个位置。嗯，所以我手不能碰到它。这样，你原来左手右手一样。现在右手再一次。右手。对。右手这边。对。可是我势必要碰到他的手啊，不然的话他你这样翻好之后要凉的时候然后离开啊，手的是离开就好了。对，你看，你一般是叫他自己能够那个。那我可以用个戴个手套吗？对，就是戴手套。我戴个手套。最方便是戴手套。戴手套就不会影响到了。这个地方嘛，哈。嗯，这个位置，大概这个位置。嗯。到那个位置，哦。横纹纹这上面。好。这是横纹纹上面。凸的骨头的前面。你如果站这边，然后就这个地方，横纹纹是这里嘛？就横纹纹。嗯哼。来的这个地方吗？这个是凸出来的，对不 对, 对, 对？凸出来，沿着凸出来凹最凹进去那个地方，沿着去，对，啊，开窗，是第二个是这个地方吗？沿着这里往上摸到那个顶住的这个地方，差不多。好，好，大钟是这里。这个凸出来的位置，45度角取下去，这边是一个凸出来的踝关节凸出来的。45度往斜下去，45度那边，这个地方。在后面啊。对，后面。这个地方。然后是在这里。这里凸出来的，也是一样，就是凹这个沿着这个最凸的往凹进去的凹上面。然后是这边上下来凹下最凹的这个地方。最凹的地方。我已经从中间走，中间走，从这边走上来，这个位置，右脚直接。就这个地方，啊，是哈，就这样下来这里，对。你可以用这根这样子沿着这样慢慢去。我推到不容易推到地方呢，再把它转过来。嗯。你现在可以用这个去沿着它的骨头。对。第三个在这边。内踝是在。很讨厌。内踝这一根沿下去的位置。然后
题了哈。这个是四十五度角，最弯的这一方，这个弯度弯角度这个地方，中间中指下去，从这里。那到这么上面。我现在按这个，储存，储存分析，把那个出现这样就表示确定就表示不完成。我看到图片出来。哦，这样就好。哦，那跟昨天的差不多，25。好，这样 OK 了。哎。你看看几分钟了？六分而已。哎，那大概调整要调整多久？看你们需要改善什么。最主要是我妈妈中风。对。那现在呢？是想改善目前的情况，还是要改善她走路？啊、哦，还是要什么层次？我们做的都不一样。哦。对，如果。如果据我了解，光提升能量是不行的。哦。中风是因为大脑开关被关掉了。是。在头部上要去处理。是。啊，那老祖先留下很多好的东西是由穴道直接通到大脑。穴道。直接通到大脑。对，它本身就有，那个神经就会到大脑。那我们做的都不一样。那我们对于初次的这个中风病人的话，因为我们不知道他的那个承受度是怎么样，或是会痛，那我们最优先的就是让他，比如说刷手机这样子，然后让他，他因为长期睡觉，他肩膀酸，我们让他睡眠好，啊，那包括他的脚，啊，让他松，啊。那万一他已经如果假设他能够站的话，我们如何来帮助他跨出第一步？所以说我们对于这个不同中风的有不同的处理方法。但是我们第一项是要说知道他的承受度是怎么样，对啊，我们也经常被中风病人阻来一拳打到身上都有啊，对不对哈、啊？他本能的反应你不晓得。那如果你要只要来看这个数字的话，我觉得是没有意义。哦，这样啊。能量没有意义，那对他没有改善，因为这个能量不足以，中风一定要突破那个瓶颈，临界值，哦，改善只是一般人是可以的，保健可以，对中风病人用这个方式，我觉得参考，对，你要改善他，比如说现在手不能直，手伸不起来，对不对？那机能性就有不好，我们如何改善他，让他有机能性？对不对？它有机能性，这个当然就会提升了、啊。而不要把核心放在仪器上。哦。西医检验很多报告，认为你没有病，可是突然发现你得癌症末期，大有人在。是。啊，这都有盲点。是。啊，我们看你需要解决什么，比如说啊，我们都会说，哎呀，怎么样啊？可以摸嘛？啊。是大的。啊，这样会不会痛啊？他会痛，那代表他整个肩膀很紧很重，我们就解决他肩膀。啊，看到呢，手这样不能直，我们就想办法让他软，手伸直，这个都很重要。我看你要的层次是哪边，我们就做哪边。对。其实对我来说，因为我妈妈现在是这样，她不会讲话。不会讲话没关系，她很。她的我们也。他可以认识人，对，那当时希望他的这个头脑的神经的部分可以有更多的活化，很多神经的活化是靠身体来支撑的，身体很不舒服，他那个痛感就会马上告诉大脑，哎呀，我这里很痛，你要优先解决我这个，而不是让我大脑很清静很那个。当然我们那也可以做到，但是对他没有实质帮助。比如说他现在最基本的，你们把他翻上翻下，他会感觉到很痛，这就不对了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就会，
维持一个姿势，那个姿势是对他最伤害的姿势，他是最舒服的姿势就是对他最伤害的姿势，比如说他越来越弯了，比如说他手举不起来了，比如说我现在摸他，你看他就有点痛，照理讲我们这样压是不会痛的，我这样压，你看眯眼，那代表他整个手臂出了问题，那我们就优先解决这个问题，让他这样子睡眠好了以后，我们再考虑那个层次。有顺序的。那这样好不好？因为我对这个是完全不了解，我只是上次去他们那个清境小站，知道有这个法宝，这个法宝好像我上次何老师来，那我就用这个，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到底说好，那到底是好不好，所以就用那个去测，参考，对，那发现真的是在这个数据上好像。做了这个15分钟就，他有改善，对，那他是不是他本身现在的那个痛感有解除了，这才是重点。对，我们不要想得到那个报告。对，他真实的解决，他会告诉我们，是，包括他的气色，我们一看就好，不用量就知道了。包括他现在你看很不舒服，你看他举起来就，你看举不起来，还好，对不对？他举不起来，但是，是啊，你看很僵硬，是，那如果我们能够让它软一点，对不对？那就是改善了。是、是，好，那现在可不可以就是说就您的专业，因为我完全对这方面一点知识都没有，一点知识都没有，我也完全没有中医的背景，也没有西医，所以就以您的专业，您觉得是怎么样对他是最好，您就出手吧，因为我没有办法自酌。那我们就能不能躺到床上边？可以，好不好？好，因为我们要按照这个标准程序办。是，那我把它弄到床上去。标准程序这样做。好，来，你帮我拿着，你帮我录哈。